这个是 Qantas，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的这个贵宾室。那么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也是和它在同一个这个贵宾室里面啊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室内，家具还是设计得非常好的啊，很大这个贵宾室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以前的贵宾室都是在那个。韩国就是大韩航空公司的贵宾室，因为南方航空公司在这个机场是和它共享的一个贵宾室。这里酒的种类呢不算多，但是呢也是还是不错的，并且也有烈性酒，也有酒保帮你做鸡尾酒，这都是免费的。这个是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。这个里面的澳洲人是相当多的，因为很多是飞悉尼啊、墨尔本啊等等这样的航线。